加键的 AD， 我是。我们要看的 Ultra Hill 这套房子，七房6.5卫，室内4943尺，占地6900尺，在挂牌价格是410万，一起去看一下吧。一进门是一个很大的挑高楼梯，在左边直走。一楼呢，它有两个房间，楼上五个房间。我们先看客厅吧。厨房、客厅、餐厅 ，Open Space Layout。那这还有一个餐厅的设计，所以就是这边可以是早餐，这边就是正餐。我们看一下右边这边是它的一个 powder， 就是 0.5 个半个的洗手间。那其实一进门的左边呢，它有一个很大的 den 做书房，空间很大。然后这个书房的左边呢，有一个卧室套间，占地6900尺，后院也是很开阔。这就是我说的那个比较有优势的 ADU， 它这个加建的项目也蛮好，它这个一个子母房的设计。相当于一个卧室，这边有一个自己的洗手间。然后可以通厨房，可以通后院、客厅。上二楼看一下。二楼呢，首先会看到有一个 loft， 右手边是一个卧室、阳台。楼上的第二个次卧，这是他的洗衣房。第三个卧室，三个卧室和第二个卧室的洗手间是共用的，而且是连通的，这个其实很适合小孩子。让我们去看楼上的第四个卧室，我先最后来看主卧，这就是主卧。来看一下主卧的卫生间和衣帽间，这个是衣帽间，然后洗手间。